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红琴馆叻叻猪时间啦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个高级啲嘅技巧啦，就是 rubato 弹性嘅速度。咁好多时浪漫时期经过曲啦，我哋都会需要用到呢一个技巧嘅。咁今日就用咗校仔音乐节六级122嗰首咧嚟到做一个示范嘅。咁弹性速度嘛，即系可以时快时慢啦。咁但系快几多慢几多？在哪裡加會適合呢？講一個巧妙的地方給大家知道，就是當那個樂句一路去上升的時候，還有我們一路做漸強的時候，我們會配合個速度去加快的，好像剛才我這樣，因為越講越快這樣，還有越講越大聲這樣，那你就會覺得呢那個情緒就立刻高漲一點這樣的。咁當佢嗰個線條回落翻啦，嚇咁同埋漸弱啦，咁我哋會配合埋嗰個速度咧係減慢嘅，咁你就即刻覺得哦，好似咧收細咗好明顯咁樣樣，咁成個樂曲嘅起伏咧，咁你就會咧表現曬出嚟噶啦。咁而家我試第一次，咁係冇做 rubato 嘅，咁大家感覺一下先。第二次啦，有做埋 rubato 配合埋啲強弱嘅。其實我哋就好需要去唱住佢啦，咁你會一唱咧，你就會知道啊，我應該咧係 pick up 個速度係幾多啦，跟住放慢係幾多，咁呢個咧都係靠經驗啦，我哋咧試多幾次，睇下邊個聽出嚟咧係舒服啲嘅，咁希望呢個巧妙幫到你，咁下次我哋再傾過，拜拜。